政府报告6:55的赛程，大专科的主男生安打，科技大学中绿局红木汽车工程纪委直至第五场地准备。Thank you.
体育班男生单打，男士获奖国中周炳华、林晨汉，请至第一场地准备。陈汉，左炳华，林陈汉，准备各自第一场地。